一，请选择。三号女嘉宾挺优秀的，各方面都挺好，条件也挺好，值得选，素质也高。好，我们三位没有为对方转身。刚才的约会当中，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您对我们的三号女嘉宾印象还不错。刚才为什么没有转身？应该考虑考虑，没考考虑，不成熟。好，那我们三号女嘉宾，您为啥没有转身？我感觉他不怎么太喜欢我，所以我就没转。感觉啊。啊，那您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，还可以，挺好。我们女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其实她鼓足了勇气站在台上已经很难了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非常需要对方有一个确定的态度，她才敢转身。来，我们二号女嘉宾。我觉得年龄好的稍大一点啊。您觉得她年龄大？实话实说啊，您俩差几岁？我跟男嘉宾差九岁。差九岁，差的有点多啊。对，好，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觉得啊，每一位来到爱的选择现场的叔叔阿姨，真的都是鼓足了勇气，都是生活当中的成功者，最勇敢的人。也相信最勇敢的人一定会早日获得自己的爱情。来，我先把玫瑰花暂时收回，希望你们早日获得幸福。再见。再见。这次虽然没选择成功，但是下次我还会来的。再继续寻找我的另一半。我是沈阳的，我叫金顺义，找个男人对我好就行，别的要求没有，有那个医保退休金就行了。我想找一个疼我爱我的厮守终生的一个男士，走完下半生。我想找一个心地善良那个有眼缘的男士陪伴。想找一个心地善良性格好的条件好点的。